今逍遥。你我把游玩养在大海边，揪出心思也挂摇，独秀我心头也求问我难的笑，为你胸前多随风飘。花苞心思这条条，人提点我一条一条，会当给我袂记心无聊。乖乖乐乐点在大卡真逍遥，为何我游玩点在大海顶，揪出心思的挂摇，如心我心头也求问孤单笑，为你胸前多随风飘。虽然是我吧，心思这条条，人提点我一条一条，会当给我袂记心无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柯晨勋。想在
谢谢大家。谢谢柯承勋阿嬷，选这首歌给你唱，阿嬷有说你有吗？阿嬷说有听我唱过，好像不错听哦，所以阿嬷私底下有听你唱过，她才会敢点这首歌给你唱，对吧？我很赞成子宏老师讲的，给你的提议就是说，爱你用这种声音唱新的歌曲，你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。那继续刮就证明了这一点，你真的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。然后你做有特色的，是让我感觉是你的舞蹈配上你的歌声非常有特色，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好。谢谢老师。好，子宏老师请讲评。陈勋，我很佩服你的阿嬷，对，跟我一样的想法，就是阿嬷很新潮，都听这些新歌。那所以我那感觉，我不知道，我那个画面就是觉得你现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感觉上好像你在家在唱给阿嬷听那种耍宝那种感觉，给阿嬷浪那种感觉，对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很想扒你那欠揍那个样子。但我觉得很有趣啊，很有趣。我是蛮鼓励你可以把一些比较稍微新一点，因为你唱的歌大部分都是稍微有节奏感一点的歌，好，那这也是很好。但是你就是可以把一些别的歌换成你自己的方式试试看，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自从我毕业后，找无头路，爸母也你老袂困前路，找到
离开了大家。笑嗨嗨，笑嗨嗨，笑笑嘿笑嘿笑嘿。
小子中心叫沿路摇摇人，心淡心如酒也清香，一滴白心轻纱。谢谢大家。拜请拜请咧，大仙王爷讲啊，我是啊，起来因那个查某囝，唔知有影也无影，有影就喊三声哦。红的青的绿的，红青的四个摆甲规桌顶，暗去哪别人甲零零，五八只就甲自己敬，真好。就靠你啊！拜请拜请，东海花哦，西海花哦，北个头西无山哦，阳光的石头大，草山伫咧出温泉。拜请伊咧东呀边，到咧东呀上啊，西呀边到咧西呀上啊，北呀中呀边中上啊，起雄兵一个九千九百九万千，我咧滴滴讲，到咧出无灵。新的兵的路啊，新兵啊，加路灵啊，加路灵。往来是过兵哦，欠钱无爱还。真多是过哦，比多是番啊，翘开是猪肉啦，四间是豆干，白白是面线。拜请你五仙王爷公啊，四仙王爷囝，我是鸡仔，请你来，我就加了饼哩。天顶天公地下母舅公啊，北海花十八王阿公哦。拜请拜请咧，大仙王爷公啊，我是啊，起来因那个查某囝，唔知有影也无影，有影就喊三声哦。红的青的绿的，红青的四个摆甲规桌顶，暗去哪别人甲零零，五八只就甲自己敬。三碗两碗做你摆，我咧言话讲啊，牛来抬呀，无钱我无爱哟，红包大个做你来，哪会来哟？草埔啊，路啊长啊，草啊青青呀，草埔啊，路啊长啊，草啊阔地呀。有孝的心不是三顿烧，不孝的心不是假路摇啊，假路摇啊，摇你就摇假桥。口碑大起啊啦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沙石公啊，目睭花，目镜破条条哦，高进步啊，点点起，面皮结了了哦，两个跳甲小滚滚啊，快乐又逍遥呢。目镜那高山吹无啊，无法搁再跳啊。三石公啊，高进步，真正老风骚。放的舞步不爱学，爱跳阿哥哥呢。音乐节奏无清楚啊，脚步打袂好呢。两个跳甲花哥哥啊，配恁拢个。七十
我头毛吹秋白哦，到今无啊脚骨细，今年七十岁哦，三步真正两步退，我愈跳愈好势呢。虽然我老骨顶空空，也袂输少年家哦。大牌拿着拐仔头，到今无啊穿旗袍，胸坎结老老。跳舞会好好青春啊，感情搁真厚呢。透早跳到日黄昏，啊耍到半暝后哦。三石公啊，目睭花，目镜挂条条。到今无啊点胭脂，面皮结了了。两个跳到小滚滚啊，快乐又逍遥呢。目镜落落煞吹无啊，无法搁再跳啊！目镜落落煞吹无啊，无法搁再跳啊！目镜落落煞吹无啊，无法搁再跳啊！目镜落落煞吹无，唉，无法搁再跳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柯承勋。好，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承勋老师好，欢迎你回来，好久不见。哦，从听你唱歌，你唱歌，我都一直笑，一直笑，笑到唱到迄个根芽，我也是一直笑，一直笑。我对着恁少年人所发出来迄种的功力，那种内心想象的功力，就是讲，这就是我的魅力，这就是我厉害的所在的那个功力，我觉得好迷人哦，足迷人诶。一个是承勋，你咧唱的歌，其实很难有人可以驾驭像你这么好了。啊！你上厉害一点就是讲，伊个字真捌，但是你家字阁足清楚个，完全唔免看歌词拢知影你咧唱啥。过来一点个优点就是你开口足好个，你的那个口气口吻非常非常的到位，真正是无得嫌啊！这首歌曲真的很棒。好，我们请国华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嘿，承勋老师好，好久不见哈！今天主题叫魅力展现。那我觉得你这一段表演呢，是要让我们返老还童，用看小丸子的心情来看这段表演。不然呢，你那些学的口气哈，这样如果要去参加一个比赛，它会对评审造成很大的困扰。我们要用什么标准？比如说你金曲奖，你是要放在童谣组，还是要放在最佳男演唱人？我们很难比较。对，但是呢，你现在的口气，这个揣摩都很到位，就这首歌很做得很好。谢谢老师。
乎将来甘愿自己来牺牲，希望伊嫁去了后会快乐过日子哦。好，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陈勋，我觉得你这几次唱歌哦，其实你有想要唱出属于自己的风格，所以你每次唱歌哦，都会有一种风格的建立的那种坚持。比如说你唱《收揽》这首歌，你就有点像在就是非常久远那种很吟唱的那种，甚至有一种心灵宗教的感觉。就是 你有企图心要做出让唱歌有一个态度，那只是说这个东西这条路真的也是有一点困难，因为你等一下跟乐队老师音乐概念你要整体把它紧扣在一起，因为最终是要来比赛的，一定要打败对手，不过今天这首歌的表现我觉得不错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请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陈勋，你一贯的风格就是老歌，然后而且是很久远的老歌，那你自己的风格很清楚。不过我会建议你，也许可以用你这种唱法试试看新一点的歌，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OK， 谢谢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谢谢柯承勋。好，我们请 Freddy 老师为我们讲评。承勋，其实哈，我感觉你唱日本话甲唱台语的时阵，是不是两种感情啊？
就感觉到了台语，或是说台语你自己很熟悉，所以说古爷拢上去。你到台语的时阵吼，那个音准跟前面在日语的部分就有一段差距了吼啊，所以我不知道是因为后面你觉得。欸、日语的部分已经结束了，你今天的功课好像已经又把它做完了啊，不要的，看青菜啊，写哪了哈，这蛮明显的、哦。但是你在日语的那个部分的那个弹舌，那个嘚那一种音啊，我是很喜欢啊。我感觉这也当，因为这不是所有的台湾人唱歌都还要用那个音，所以讲你以后你家己那是有的歌，你要有个人的一挂特色的时阵，其实你这是你会当用的，因为。这是你在这条歌里面，我感觉你在拿捏那一种弹舌的音非常的恰到好处、啊、这一点你可以拿来 做参考。然后陈勋老师好，这首歌呢我有看到你对台语歌的一个企图心，就是你希望它有一些不一样的生命，所以你有做一些尝试、啊、为什么日文跟台语也会有一个差距、哦、我想我们对我们比较熟悉的人、哦、都比较不礼貌的道理是一样的，所以你会以为你够了解了，你就这样回应就可以了。但是你对你不了解的这一块日文的部分呢，你就发现说你可以尽情的让这些声音哦、跟发音哦，你可以尽情的一点都不害怕的去演戏。啊，那我觉得说这个部分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卖点，就这个可以抓住，看怎么运用在以后的每一首歌上面。然后在表演上、肢体上要想办法再细腻一点，让它整体流畅，而不要去重点是去点缀而已，让它有个连贯性啊。村名里山也有一支石山，粗鲁之夜，牧场唱情歌，巷头树三仙台。哦嗨耶呀耶呀哦嗨呀哦呀哎，请各位好朋友来我们台东玩哦，尤其是出入我的故乡啊，小弟我的口才较无遐好，才用唱的甲恁来介绍，歹势啦。初露之夜，牧场唱情歌，红头树三仙台，美丽的海岸，往来熟客茶，喜好吃一大盘，绿心花红茶，清凉的头心肝，你若来台东，请你小酌看。茶喜好吃一大盘，绿心花红茶，清凉的头心肝。你若来台东，请你小酌看，日本来去洗温泉，乎你心开化。来，我是孟阿兰，谢谢大家。